ファン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。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。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。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から、リラ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おへそがキラリ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踊るパパリピーシャラピーお腹が減ったよ。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踊るパパリピーシャラピーお腹が減ったよ。小丸子重拾冬天的好。好冷啊，为什么会这么冷呢？小丸子，你怎么还在被窝里啊？因为好冷啊，从被窝里钻出来会感冒的。哪里会有人这么容易感冒的呀？眼前就有啊，你撵我呀。不要说那么无聊的话了，快点起来。要是你可爱的女儿生病了的话该怎么办？你这个魔鬼，太讨厌了。这孩子快放开。真是的，真让人操心呢。好冷啊。完全是个不死心的小丸子。早上好。早上好。哎，好冷啊。怎么可能会冷呢？把小丸子叫醒以后啊，我都觉得热了。妈妈真是不需要暖气的便宜货呀。说我用便宜货？还是长得胖乎乎的人不怕冷啊。啊，都已经凉掉了，好伤心呐，不想吃凉掉的煎蛋。谁叫你自己一直不起床的？给你味噌汤，趁热喝吧。嗯，啊，热热的好好喝呀，我下辈子投胎的时候一定要做热热的味噌汤里的料。那就是说要做裙带菜和豆腐吧。我吃饱了，我走了。哎，已经这个时间了吗？好冷啊，为什么要有冬天呢？小丸子早上好。早上好，小玉。哎，好可爱的围巾呢。是我妈妈给我织的，想快点戴起来，所以一直在等冬天呢。哎，我要是和你一样也有这样的乐趣，肯定就会更加喜欢冬天一些了。小丸子讨厌冬天吗？冷到骨头里，实在让人受不了啊。是这样啊。小丸子真像老人，小玉嘴里没说，可是心里却深深的这么觉得。早上好。哎，早上好。对，哦，那件猪的毛衣是今年年初不？因为很冷，妈妈给我的呗。看见这个就有冬天的感觉啦。说到冬天，昨天还吃了久违的火锅呢，真好吃啊。已经到了这种季节呀。即使这样，今天早上还特别冷呢。我洗脸的时候冷得连血液都起鸡皮疙瘩了，真的是冬天了呢。对于冬天的感觉真是因人而异呀。冬天这么冷真是讨厌呢。是吗？我不讨厌啊。我也是不，小孩不怕冷不。我也是，因为冬天有很多好吃的东西。肉包加关东煮，饼加猪肉汁，真是美味的不得了。恨不得把冬天吃下去的小山。小丸子，小玉，早上好。哇，好可爱呀，小兔子。嗯，是用手套做的呢。今天早上好冷啊。年子，等一下也教我们做吧。好呀，我今天还带了翻花古线绳，等休息的时候我们一起玩吧。外面看起来好冷啊。嗯，特别是上午。果然冬天还是只能在教室里玩啊。我们也加入吧。嗯，可以啊。
好怀念温暖的教室啊！啊，已经不想动了。同学们，越是天冷的话呢，越是要运动身体，这样的话呢，就会从体内发热的哦。话是这么说了。啊，冬天里的冷牛奶真好喝。这话说的真是很奢侈。跑完马拉松后，人变得很热。没错，老师果然说的是正确的。跟刚才说的不一样吧？炖菜也好好吃啊。冬天里的炖菜比平时要好吃两倍三倍呢。啊，看来冬天也不怎么坏嘛。我回来了。啊，你回来了。哎，汤婆子。因为小丸子一直说冷啊冷的，等一下我把毛毯也拿去烘干，今晚就可以用了。哇，太好了太好了。怎么样，合适吗？啊，不错啊。这是高丸阿姨的女儿小时候登山时穿的宽松夹克衫，不过感觉挺暖和的。哎呀，怎么感觉有点太热了？在家里穿当然热了，赶紧脱下来吧。嗯，难得穿上，那就去外面散步吧。啊，奶奶，爷爷在吗？啊，在房间里呢。今天你看起来穿得好暖和呀。嗯，是高丸阿姨送给我的。啊，很合适你哦，就像胖麻雀一样。胖麻雀是什么？麻雀在天冷的时候就会把身上的羽毛鼓起来，让身体变暖和，看着比平时更胖，所以非常可爱。哎，那我下次可要观察一下。哦，今天变得更冷了。我可不冷哦，这件夹克好棒啊。得到了一样好东西。哦，啊哈哈哈！快看，山茶花开了。哦，真漂亮。山茶花，山茶花，盛开的道路，篝火呀篝火呀，烧呀烧落叶。哇，好多呀。这家人看起来一定非常喜欢吃白菜吧？啊，英先生，你好啊！啊，你好，上次在老人会，多谢你的照顾。今天你们来散步吗？是啊，和孙女丸子瞎逛逛。是吗？你好啊，小丸子。你好。啊，那些白菜，全部都是用来吃的吗？啊。这样把白菜排在一起，然后撒上盐，再加一些海带和辣椒，最后盖上盖子。好，这样就好了。哎，原来白菜腌菜就是这样做的呀。我们会多做一点分给附近的邻居。因为大家都说很好吃，所以我盼着天气变冷呢。不冷的时候就不行吗？小丸子，你不知道白菜是天气越冷越甜，可能是冬天让白菜变美味了。哦，我还不知道呢。等这菜可以吃了，也送一点到小丸子家里去。哇，太好了，谢谢。腌菜还真让人开心呢。啊，白菜腌菜我最喜欢了。哦，啊，为什么只有那里的果实没剩下呢？难道是忘了摘吗？不，那是故意留下来的。哎，为什么？高处的柿子留给小鸟，低处的柿子留给饥饿的过路游客，这是我小时候听说的。啊，小鸟在吃了，在吃了，吃得好香啊，好可爱呀。爷爷，冬天可真好呀。啊，是个可以好好品味的季节。哦，是烤山芋店，爷爷。在哪边啊？过去买吧。在那边。啊，好烫啊，真好吃。嗯，果然冬天是最棒的。什么？这么冷还要去钓鱼吗？
啊，因为现在正好是蝶鱼的季节，如果不去就称不上爱钓鱼。刚才听天气预报说明天会特别的冷呢。就是因为冷才能钓得到蝶鱼啊。我已经跃跃欲试了，特意跑到很冷的地方去，红志真是闲不住。换成我绝对是不会去的，明明知道那么冷还跑到海边去。喂，你们大家都冷啊冷啊的，好像很仇恨冬天似的，其实多亏了冷才有那么多好东西呢，你们要多多享受冬天。嗯，你会说出这种话来？是啊，今天早上还冷啊冷的大吵大闹呢。我已经重新认识了冬天的好处啊。对了，明天我也要和爸爸一起去，我想接连不断的去享受冬天。海边很冷的，还是别去了吧，冻感冒了可不得了啊。是啊，你绝对会后悔的。有高文阿姨的夹克，我什么都不怕，寒冷什么的统统过来吧。怎么会这么冷？为什么大家都这么若无其事的表情啊？那当然是因为我们想钓到蝶鱼，体内的热情在燃烧。快来吧，来吧。好了，走，小丸子，我们也去钓蝶鱼吧。这样下去我会被冻死的。真是很烦啊。好，你到车上去坐着等我。好冷啊，手好冷，好冷啊。我已经受够了冬天了，快点饶了我吧，快点暖和起来吧。受到这静电的致命一击，小丸子品味到了冬天的绝妙之处，他又重新认识到了冬天的深奥。永泽变人气王。喂，把球帮我踢过来。你在做什么呀？真没用。有一位今天早上在路上丢了钱包的人专门联系了我，叫我帮他传达感谢给那位帮他一起找钱包的学生。是谁呀？说的到底是谁呀？好伟大呀，永泽同学。虽然说你没说名字就走了，但是他看到了你手提包上的姓名卡，那位老婆婆说她非常的感谢你。是吗？好厉害呀，永泽同学。没什么。哎，永泽也是有两下子的嘛。可不是嘛。第二天。来，可恶，轮到藤木了。我竟然是最后一个人。永泽刚才好厉害呀。是呀，相比之下藤木竟然瞄准女生，真是卑鄙呀。你做的这是什么呀？花瓶，如果我做得好就送给我妈妈。妈妈会不会开心呢？这是什么呀？永泽同学，你这做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呀？这个嘛，只是随便想到就做做看了。随便想到就能做出这种东西来？永泽，说不定你有艺术家的天赋呢。有艺术家的天赋？这么说，再看看你，感觉还真有点艺术家的气质啊，对吧，小玉？可以算是有个性吧。永泽，原来你还有这个本领啊。其实没有。永泽同学，这一天晚上。永泽同学，他竟然，突然
然就变成班上的红人了，感觉就像是个新闻人物一样。永泽同学干得不错啊。哎呀，人生就是既有顺利也有不顺，人气嘛是不可能长久的。是吗？感觉永泽就像变了个人似的，非常活跃了起来。人有了欲望就会做出点成绩来，人满足于过得去才是最好的。过得去真是很像弘志的人生观呢、啊、你也差不多。君南，最近学校里是不是有什么好事？还好。第二天，现在把上次的考卷发下去。管伟同学，是。100分。哎，好的。永泽同学，到。永泽同学也是100分呢。永泽，你很努力。哎呦，谢谢。永泽好厉害呀！这样一来，人气又会迅速攀升了。永泽，要不要一起来玩躲避球游戏啊？啊，行啊。那和我一组吧，好不好？不行，和永泽一组必须猜拳才能决定。永泽同学，你离我越来越远了。不过就这样吧。永泽同学，我们一起回家吧。好。再见。永泽同学。等一下，我们一起玩吧。我没什么问题啊。那我就在平时那个公园等你了。好。太早了点吧。球吧。陌生永泽，就一块玩吧。那就踢一会儿吧。好，那就从永泽开始踢吧。踢得漂亮，很棒啊，永泽。是的，又下雨了，怎么还没到啊？红木，他站在那里是要干嘛呀？呀，必须快点啦！下这么大的雨，藤木同学应该回去了吧？第二天，藤木同学请假了吗？说起来，我昨天傍晚看到藤木，他伞也没撑，一个人就那样站在公园里。一个人在公园里干什么？打扰一下好吗，永泽同学？今天的理科实验，我想和永泽同学你组成同一个组。跟我同一组？是的，也就是让我来代替藤木同学。我要在你身边彻底地寻找你人气旺的秘密。不要，为什么忽然要刻意做这样的事呢？不可以吗？真烦人。永泽同学。永泽同学，你那么有人气，不能用这种态度的。永泽同学，王伟同学还真是十分在意永泽的高人气呀。他肯定是在担心班长的宝座吧。
永泽，来玩躲避球吧。今天和我一组好吗？喂，永泽，和我们一起踢足球吧。你放开我。怎么办？藤木同学的花瓶。如果做得好的话，就送给我妈妈。妈妈会不会高兴呢？应该没事的，明天道个歉就好了。走，去踢球了。我不去了。永泽，和我们玩吧。走吧，走了。你们都不要管我。我不是什么人气王。亲自喊出的这句话让永泽的人气像退潮一样消散了。又过了一天，身体好了吗？没问题了。藤木同学，对不起，你的花瓶被我摔碎了。难道这个是永泽同学修补的？补的不是很好。我也没去公园，真是对不起。你不要介意。他们两个是不是在吵架呀？是呀，尽管如此，竟然自己亲自辞退了人气王，也真是个怪人。永泽的人气消散了，而藤木为此也放下了心。要好好的介绍一个人真是好难呐。朋友身上也会有很多自己不了解的出乎意料的一面。如果要介绍妈妈，那倒是很简单的，不能穿的长靴要合适才能扔，真是小气鬼。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妈妈的长靴和小玉苦恼于怎么介绍藤木，敬请期待哟。明日